妈让妈妈嘎嘎呜啦啦，我就把热水喝了我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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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木工、编织，还有石材。怎么那么多石材？我喜欢那个钻洞。不能写这个哈，你要钻吗？真的要钻？好，钻我钻。不能写什么？等一下，小心哦。对啊。就跟住就就就那后面你别想想，这里啊，哎，我们做这个作品的原来的用意是什么？因为漂流木是比较原始的东西，哦，然后其实跟这个环保的题材啊比较相近，因为比较回归原始。对，其实像环保局他们现在在做的，就是把漂流木它整个把它碾碎，做成木屑，哦，然后就可以做成堆肥再利用。那其他它其实也有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来捡拾，哦，像我们大概就是可以拿来创作，哎，这个是非常好的利用，这样也不会说让漂流木造成一种问题。